你看家都有人，魔术、佣兵。又没在桥上。佣兵治愈去被污去了。
帐篷。也不在，他摸人去了。暴君，二十鸟。哇，就一，这人不挂了。谁对刀啊？直接往前走吧。魔术，有个人把碗下了。
这鸟为什么在天上飞？我亏死！ 瞎了个眼，起来的很慢的，先知应该会过来。 个残血的魔术师，还有一个魔术棒，把他打倒了。沉迷修炼机无法自拔呀，这个人。 死点是靠时间攒的，黑妹是靠心跳攒的，两个都头大。给你插个眼，这让他修。 刀短的吓人呐，大哥！短到这种境界也是没谁的。
直接追，让他回去。来，我插个眼再修，进行修。还在摸，着急。我去，这吸得远啊！